这药对你有无用吗？从我救下韩叔那刻起，这个人我要了，我就决定培养他来辅佐我的弟弟。我要用自己的死亡，明日刺杀我，当做拴住韩叔的链条，让他心甘情愿成为李邪手中最锋利的一把刀。你失日谢玉贵，我为他改头换面，披甲上阵。 可换来的却是……谢谢君啊，人臣就此值。张公主替我活下去。眼睛无神，陛下，没一个圣人能配得上国家为国的命运。能够找到这么像李长人，看来你的主人是非常心塞。安若有所生病，陛下，张公主殿下安定的江山。 绝不能轻易落入他人之手啊！你们丞相不要我的真命，你要为李邪认头，这城王怕是要大过皇上了。